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汤水。把我的火气压一下，不要那么大的火气。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这座度假村里面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内，有一个马来西亚独有的浴疗法，价值50万马币。埋在这个50万令吉里面，有什么感觉呢？让我了解了解才告诉你。这些来自日本的火山砂石，据说有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的功效，特别是颈脖酸痛。砂石里头的温度大概是38至40度，那跟日本砂汤跟火山泥有点相似，不过这种砂石不会黏着身体，比较容易清理。这个池有3尺深，里面都是那些砂石，我感觉他们好像在里面动，是不是有一个扎库西的机器吧，好像替我全身按摩，我感觉到那些汗水已经从后面滴出来了，听说是排毒的哦，要忍受一下那个热气，把我3年的毒都排出来，享受一下，有15分钟。今天我们就偷闲，可以玩了第一次打 golf 了。那平常你这么忙，你怎么去补偿呢？有没有说固定的假期啊？平常我们拍戏啊，做一些活动啊，经常会到外面去。都没有跟他，他没有说跟德夫人吗？他没有。平常我工作的时候都是家人啊、太太都是在家里拍。他因为要看给我很大的自由，因为就在背后支持我就最好。不，我惊你唔得我喎。我哋谂定句暗语啊。好啊。就叫高踭鞋跌落水，高踭鞋跌落水，时时为你心中心意震动。因为给你拉进去你的家了，当你老婆了，对，就没有机会在荧幕看到她了。那我的情形也一样了，虽然我没有你太太的美了，但是你是我的偶像来的。真的吗？希望有机会你也可以去付出去拍拍戏，或者是拍一个连续剧，有兴趣吗？我拍戏我要当妈妈，但是我真的没有，从来没有拍过电视剧，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兴趣去玩一下？是你当主角吗？可以吗？这个是我在家里就常常吃鱼的啊，是吗？你呢？我鱼也可以，我什么都吃。我看了也蛮享受的，享受家庭的生活的，居家男人呢？住家男人，你心目中呢，怎么样算是一个完美的、最好的家？应该是这样，怎么样？家庭呢？其实每一个人对完美家庭的看法都不一样。就是我，像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我，太太啊，小孩已经那么大，蛮享受拍完戏，工作完了就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节目来的。对你来讲，对于我来讲，对小孩来说，爸爸今天晚上回家吃饭了，他们就觉得是很开心。我们家也是啊，这是吗？因为如果爸爸要回来吃饭呢，我们要告诉小孩，今天爸爸回来吃饭，对，下午大家就尽量对了，他们下午就已经开始准备。叫佣人点菜啊，是通常你点吗？通常不是。你说我还是太太已经知道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就会弄你最喜欢的菜。对，他们都
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长号、嗜好、爱好，这个爱好是能够陪伴你一生一世的。这个就是最好。我看你的爱好一定是太太。啊，这个是当然，家庭是我希望家庭能够一生一世。我们的家庭是自己的爱好也希望陪伴一生一世。哇，这个甜品很好看啊，还不错吧？不错，不过就是差一点，还差。对，甜点了，就是没有汤，没有那个热汤。你知道我喜欢在家里吃饭的吗？你说的就是住家对住家汤，就是老婆煮的老火汤。对，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家庭呢，一般都不怎么喝汤的。我了解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很多的汤都是从我们香港的电视剧里面学的。但是你会煲汤吗？我会，真的，我也是在电视剧里面学的。刚才我就说让你试试我们马来西亚的汤水，鱼头啊、番茄啊、豆腐啦。这个汤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就是平常用来降热气的。降热气，我相信你整天拍戏啦，就是会上火，把我的火气压一下啊，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哇，还可以啊。可以，很降火。马上那个火，马上那个火从上面如果到下面，哦，平常你有没有煮这些汤给女儿？我啊，我常常煮。其实一个汤已经给女儿，他们都很，她喝了就很感动的，很感动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她，比如说他们有时候要熬夜读书啊，你的是现在是儿子。现在都在念书，还是中学。我的已经有一个大学毕业了。那当时他们常常熬夜要读书的时候，你真的很替他们心痛，所以想给他一些好的汤水呀，他们也需要降火嘛。看起来不名贵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也是有其他的作用。看看是谁做的了，如果这一锅汤是太太做的，就更美好了，更完美了。其实一个完美的家庭在家庭里面，我觉得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分子，就是都要投入，都是要投入。做自己的丈夫先做老公的怎么去关怀小孩啊，关怀自己的太太啊，那小孩也是要怎么去关怀自己的父母啊。那这样子一个家庭，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那我们的小孩就希望他也从我们这里就学到了一点点。对，而且就是我们要做模范给他们。我跟你一样，大家都是算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就要花更多的幸福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怀一些其他一点，相对来讲啊，对，没有一些有长江的小孩啊，我们都要付出，对，付出多一点，花多钱时间去关心他们，去让他们去感受到他有很多人去关心他们。下一次你来了，我们就煮大锅一点，有这么大的汤，我们带去那个孤儿院一起让他们一起吃，好，一起就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孩子一样，一起开心一下。对。现在我们在学一个追求完美的动作，那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很漂亮，因为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我们从手臂做起 ，shoulder， elbow， wrist， finger， shoulder down， elbow， wrist， finger， 所以一个一个做，放松，然后把它弄做得美丽，我们叫 snake arm，OK、okay?。它就好像一个浪跟一个 wave， OK， 所以你要把它动得漂亮的话呢，就要一节一节的来动， shoulder， elbow， wrist， finger， 好，左边 shoulder， elbow， wrist， 好，那我们把它轻松一点，把它打开， right side， stretch， left side， 把你的身体也一起来 stretch， yeah. 换个角度，向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在 corner right corner left corner right left 一样的 shoulder elbow wrist shoulder elbow wrist 换八shoulder elbow w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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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来眼尾我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开始追求完美了所以刚才我讲过了我现在赚了一点钱我是希望能够回馈这个社会艾霞想现在筹的善款马币31700元法定善款滚滚而来那做事呢我们从来就不要跟人家比较我们的好坏也不要计较我们付出了多少那最重要呢就不要比较不要计较我认识他爸爸很久了爸爸是个大帅哥女儿是个小美人小美人虽然只有20岁啊但是她的待人处事的原则很有爸爸的风范的你看旁边的哇，你好重啊！看看你对爸爸的看法怎么样？基本上看你看到我的时候，就是看到我